迎您再次收看《给你点上心灯》。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特别为您报道，在2008年4月26号，华光功德会在台中主办华光小天使护苗行动，莲生活佛亲自参加，帮助清寒小朋友能够筹募奖学金，这样子的盛会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今天就来看当天的实况。跟我一起问候。上师、法师，
还有各位同修，大家好。啊，欢迎这个所有的远道而来的贵宾。啊，这一次难得这个回来，那么参加这个华光小天使的护苗的这个研游会，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也让我想起这个小的时候了。我刚才这个看了研游会的这个所有的摊子，那么有看到这个利亚藤，利亚藤，然后我以前小的时候卖过利亚藤，啊，卖过利亚藤，这个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那七毛钱可以这个拿到十支的利亚藤，十支的利亚藤，七角银哈，买十支的利亚藤，啊，一支利亚藤啦，卖七角银，你得当赚三角银，就可以赚三毛钱。啊，那个时候是这样子赚钱，很辛苦。我又看了摊位，没有那个抵押边啊，没有抵押边。我以前也卖抵押边啊，那卖抵押边的时候啊，都是腾家咖走在柏油路上。那像这种天气还不算热。高雄的天气更快热，哦，高雄的天气更热，啊，热的烫脚。然后我们卖冰棒，北极那边，那时候北极那边啊，这个在走路，一边在走，一边喊，北极那边，北极那边。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在窗口跟我喊要买抵押边，我很高兴，终于有人要买。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老师，原来是我的老师，我拔腿就跑。其实小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啦，但是我一直怀念一件事。我小的时候有拿到一个奖学金，我一直永远记在心怀，就是嘉兴水泥公司的嘉境贫寒奖学金。我拿到这个奖学金啊，我内心啊一直记住是嘉兴水泥公司帮助我读书，帮助我成长。我现在不知道嘉兴水泥公司是谁的，嘉兴水泥公司是谁？高雄，高雄。我心理上一直感谢这个嘉兴水泥公司的奖学金。今天我们护苗行动就是要这样子做，让华光小天使在他的心里面呢，永远记得有人在关怀他。你关怀小朋友、小天使，
他长大的时候会永远记得，在小的时候啊，有华光功德会帮助过他们。那一种啊，那一种心理，我一直记住到现在。所以我们华光功德会啊，也要在所有的小朋友的心中。啊，让这个社会啊有温暖，让小天使的心中有温暖，这样子的，他长大以后，他永远会记得这个温暖。像我一样啊，我永远记得嘉兴水泥公司，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未来的主人翁，我们是过去的主人翁，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让这个社会啊，让所有的小天使心里都充满了温馨。谢谢大家。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莲生活佛在4月26号台中丰乐公园的华光小天使护苗行动的公益活动中的开示。为了感谢许多单位赞助华光功德会，帮助清寒的小学生能顺利读书、快乐成长，莲生活佛也在现场颁发了感谢状，感谢赞助华光小天使的各个单位。同时，莲生活佛和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也为了鼓励家境清寒的学童，特别在现场亲自一一的赠送爱心礼物给这些华光小天使，场面温馨。中区的华光功德会这些年来一直耕耘，帮助国小的清寒家境的小朋友，也有许多的义工长期协助派发物资。那个君豪呢，是我们最可爱的华光小天使，他自己呢，我手做了一张卡片，谢谢所有关心他的这个师尊，还有所有的叔叔阿姨。他说呢，他以后长大，我会跟大家一样的来关心着所有的人啊，这是我们一份最深刻的爱，来献给我们的君豪以及我们所有的华光小天使。君豪好乖。这一次的华光小天使护苗行动也特别的邀请多年以来合作的国小的小朋友在现场做各种的表演，他们分别有分园国小的陶笛、直笛、小提琴的演奏，践行国小的国术表演，深人国小的扯铃表演，太和国小的直笛表演，南郭国小的弦乐表演，且老国小的直笛表演，富山国小的扯铃表演，文德国小的直笛表演，武光国小的遇见江湖国术表演。接下来您看到的是九德国小的国乐表演，以及陈平国小的街舞表演。
跟着一起跳街舞了。